安徽台美女主持亚群喜得千金，40岁高龄生女，老公身份至今成谜。安徽台官方晒出了一张亚群的美照，并透露她已经平安生下女儿，小公主体重刚好是6斤6两6钱，666非常吉利的数字。一晃亚群已经40岁了，可以称得上是高龄产妇，想必也是十分辛苦。好在母女均安，看到陪伴了大家多年的亚群幸福美满，也是十分欣慰。亚群2002年就进入安徽台主持节目，极具亲和力的长相和主持风格备受欢迎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亚群在家庭生活方面一直都很低调，从未传出过恋爱、结婚的消息，所以亚群的老公是谁至今仍然是个谜。不过，从亚群孕期的状态来看，她的生活十分幸福美满。祝贺亚群喜得千金，希望她的身体能够尽快恢复，宝宝能够平平安安长大。